再问一下邓博，刚才你们也有很多问题，我现在想再先问一下邓博，我们今天的婚礼是以哆啦 A 梦为主题的一个婚礼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用哆啦 A 梦作为主题呢？主要是从形体上考虑。大家可以目测一下啊。另外啊，我想问一下邓博，那如果你真的是哆啦 A 梦，你想最想要送给曾毅的是什么东西？我最想送给曾毅两样东西，一个呢是个小竹蜻蜓，这样的话呢可以装在他的头上，当然了我肯定要装个大号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飞来飞去，看看各种好玩的东西，跟他一起度过这一生，这是第一件东西。第二件宝贝呢，我是想用一个时光穿梭机，我要用穿梭机，也不要去久了，带着曾毅到2007年，到2007年，然后我要是握着他的手，深情地告诉曾毅，48块钱的中石油不能买了。我没想到今天我们的婚礼还跟时事这么的有紧密关系啊！好，看来你们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是甜蜜了一把，也肉麻了一把。其实有一个人呢，就是邓博刚才有提到，就是也是在他的关注下，他们才走到了今天。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我们的证婚人，蓝玉公司总裁张立华先生，有请。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呢，受新郎新娘的委托呢，做证婚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邓坤跟曾毅呢，都是我们深圳蓝鹰公司的同事，大家都很清楚，邓坤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也是应该算是进我们公司最年轻的一个博士，工作也非常认真，在负责公司的整个软件中心的这个总监，做事情非常有责任感，同时呢跟同事之间非常融洽，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人，所以呢公司对他每年有一个重任，那就是每年医疗 IT 事业部总经理让他来扛这个位置，所以这也是大家对他的一种认可。那么他旁边那个曾毅小姐呢，是典型的一个江南女子，大家都清楚，非常漂亮温柔，而且呢大家可能不清楚的，因为他在总裁办工作呢，我是很清楚，非常有条理的一个姑娘，做事情非常有条理。当然呢他还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特点呢，是我今天也要说给这个新郎官听的，就是曾毅小姐非常有包容心，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材跟邓坤身材都差不多，都是八字头，我跟他打过赌，在1年前我说两个人快谁先降到7字头，他都可以打，后来呢如果他打不到7字头他不能结婚，但今天我看他的身材肯定还是8字头，曾毅就嫁给他了，所以我说曾毅姑娘还是很有包容心，邓坤要珍惜她。好了，此时此刻呢，因为这对新人就成为恩爱夫妻了，以后不管是贫富极品，都祝你们永远在一起，相互珍惜对方，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照照顾对方，也祝你们幸福美满，谢谢大家。因为都是我们的同事嘛，所以我前两周在外面苏州出差，打电话给小冯，我说你做个礼，帮我做个礼物，我要送给他们两位，来。好，现在我们有请对，服务员帮我们送上这一块奖牌，来，张总为我们揭晓一下，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奖牌？来，上面呢有邓坤跟曾毅的婚纱照，上面写的是深圳市蓝瑞实业公司2008年最佳资源整合大奖。清楚，邓博是怎么跟我们的总裁办法资源整合到的他们。
曾毅资源组织大奖呢是你们获得了，今天在座的同事朋友们都过来也包了红包给你们，资产也重组了。所以呢在未来的日子呢，你们两位要一起努力创造自主创新的产品早日诞生。感谢张总精彩的致辞，我们一起在一起热烈掌声祝贺他们的自主创新产品早日上市，好不好？刚才呢邓博有说到，如果他们如果邓博他是机器猫哆啦 A 梦，他会送给曾毅竹蜻蜓还有时光机，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肯定很感动。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明明不是哆啦 A 梦，但是在过往的岁月中，尤其还会在往后的岁月中，他们还将会源源不断地把爱送给这一对新人，这就是他们的父母亲邓爸爸邓妈妈还有曾爸爸曾妈妈。来，再一次起立向大家示意，接受大家的掌声好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很荣幸的有请我们今天的主婚人邓爸爸来上台为大家做主婚词。好，有请邓爸爸。尊敬的证婚人蓝运公司总裁张丽华先生，尊敬的各位亲友嘉宾，大家中午好。我作为邓坤的父亲，并代表邓坤的母亲和曾毅的父亲母亲，一道衷心感谢各位嘉宾博云莅临凯宾斯基酒店为邓坤和曾毅的婚礼送来祝贺和共同的见证，同时也要感谢因各种原因今天没有到场却在此之前对两位新人表示了祝贺的众多亲朋好友。你们的光临和祝贺让新郎和新娘的父母倍感欣慰和荣幸。邓坤是湖南人，父母常居长沙，曾毅是江苏人，父母常居江阴，是深圳这块创新创业的热土吸引了邓坤和曾毅这两个年轻人，是蓝运公司这个生机勃勃的企业吸纳了邓坤和曾毅，他们既得到了领导的器重和指导，也得到了同事们的帮助和支持，他们在蓝运公司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同时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我们作为父母非常放心，也十分支持两个孩子融入蓝运公司这个温暖的大集体，同时也希望和要求他们结婚以后除了要在自己的小家庭好好生活以外，更要和蓝运公司的全体同事一起为这个大家庭做出更多的贡献。大河里涨水小河满，锅里有碗里才有。今天到场的嘉宾多数是蓝运公司的领导和同事，我们借此衷心祝愿蓝运公司在张丽华总裁的领导下芝麻开花节节高。今天到场的嘉宾还有其他的亲朋好友，有的还是专程从远道赶来的，我们借此表示深深的感激。最后我们祝小两口幸福美满，祝所有的嘉宾和酒店以及婚庆公司的工作人员吉祥如意万事和顺，谢谢大家。谢谢邓爸爸精彩的发言。好，对两位新人来说他们结成了新的家庭，而对父母亲来说他们现在是等于多了新的儿女。人说谁言顺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现在
请由我们的新人为四位父母敬茶。来，请邓爸爸邓妈妈入座。